测试一下，看看新棋盘怎么样。本局是由白话苍松点播的，发生在2022年象甲，红方是杭州队陆伟涛，黑方是厦门队郑一红，两位特级大师下的挺激烈。开局是中炮过河车，黑方强挺两头蛇，红旗上边马，黑方平风马。这开局不算冷门，红方走五旗炮，黑方就上外马。红方抬横车，除了这招还有进中兵的下法。黑方补士，红方亮车，对手在补象，红进车过河，王左平要捉双，黑方冲卒踩车，抓一手跳马过河踩红炮，两个人交换了吃吃。换完红方是退车，那能不能捉马呢？他跑不了啊。黑方呢不亏，他可以走车一平四，砍底是叫杀。红方补又是不好，黑方进炮有一将啊，马吃了车下底抓象不太行，那只能补左士。黑方进炮对炮，如果红方出手，黑方进车一抓，这马挂了，不动黑方就打掉，还是进车。而且红方也不能这样，黑方会踩掉中士啊，破士，你吃掉他打马，吃用象飞，吃再吃这马，吃白丢士不说，底象也不保了。咱们摆回来，刚才说了啊，红方如果捉死马，黑方是有办法应对的。现场帽子哥车八退二，这过河卒呢先不用管，因为他也不能动，向下冲红方就上马。这边有车，那边呢红方退车捉死马了，卒在这儿还能保一下，现在没处躲了，就这么个事儿。黑方小卒不敢动，他平炮对车，红方捉马，这回不能气了啊，进车。帽子哥抽空把卒吃了，吃。下面黑方是车一平三，应该是车一平四，抓底是叫杀，红方补上，然后再把车点进来，这样黑方既可以踩中兵，又可以踩边兵登车什么的。看一下实战，有点中飞刀的感觉。黑方是车一平三抓兵，帽子哥一顿神级操作呀，上马兵不要了，吃吃，再跳。下面就是进马铺槽了，关键是啥呢？黑方还不能冲卒，你要是冲那就崩了。红方下底将一军，将军这咋接？如果落象，红方就进马过河，下一步炮打中卒，电车也不好走，换呗。将军吃，换完往这边跳，还是要打中卒，攻势很炸裂。这里如果落士呢，也不行，红方会叫杀。你补士，红方弃马吃。要是敢飞，红方中路一将配合双车，对手防倒无他。回到实战吧，看这儿，红方进马。刚刚解释过了，黑方不能冲卒攻马，这招不错啊，踩着中炮随时能换，还抓着对手底象。帽子哥进马过河，卧槽是杀，黑方称势。帽子哥车八平六，这没什么好说，必须换炮啊，再不换打中卒了。吃掉，吃用象飞，吃。这里按理说黑方应该对车解化，郑特想反击一波，车三平六，这手棋又亏了。红方冲兵踩一下，捉马。关键这棋的没那么简单呐，红方他不要了，车六平八。现场没敢吃，他补士了，咱们瞧一下呗。吃，他这边空门了呀，红方可以将，将军再将，将军退车吃卒，吃。
一会儿车三平六立成绝杀之势。切记这马还蹬着黑方车呢，真不知道黑方该怎么应对，还是摆回来吧。这个吃马感觉不太靠谱，郑特呢补一手心里踏实了。帽子哥还是弃子啊，不要就不是。实话实说啊，黑方不应该吃，就往后退一步，先尝吃了。吃这个车啊，离开累道了，可以说他废了。红方下底将军，将军落势出老帅，这势没了，你不能补啊，卧槽一僵。将军如果车在这儿可以垫呢，现在就只剩出将了，平车连杀。将军直接没了，一手凉凉送给底士，郑特退炮斩掉上将，退车吃卒。吃登了车啊，黑方一看你的车不也被象飞着吗，他不管了，派这个七路车啊去扫兵。下面双方交换，吃吃，红方把底象砍了，破象捉马，用鞭炮保护队友。红方将一下，将军要是往后撤，红方就踩象登士捉马，现场上天了。帽子哥将马运到一个非常刁钻的位置，黑方的马脱根，但是不敢逃啊，红方平车叫杀无解，从这里将不就没了吗，不是就砍士呗，绝杀。逃马不行，黑方扫兵吃，红方吃马吃，砍士就凉，黑方车五平六。帽子哥调整车位，郑特将，将军鞭炮发射吃，要玩铁门栓呐。红方吃中卒，将军崴将，然后把士撑起来白送，这棋只要不是铁门栓就行。黑方单车寡炮瞎胡闹，你看他搂一将，将军红方直接弃空头，回头一看家里高象被拱着，高士被踩着，说什么也不让马吃，落势红方兵拱象过河吃，黑方调整红旗回马金枪，胜局已 定。这要绝杀了，将不能动，炮不能平，他一走红方可以从这儿讲有连杀，动势就砍了，不动呢红旗往这里跳走八角马，守不住了啊。这个新棋盘呢有一些功能我暂时没有使用，就比如说这个箭头每次都会有个啾啾的声音，这问题我已经反馈了。还有这个棋子移动速度大家觉得比较快，这个我也反馈了，等下次更新就解决了。那就这样，下期再见。